众所周知，王源下班跑得比谁都快。我还记得王源有首歌叫什么更美好的最美好的我们，是不是都是这个美好的这个词儿的？对，所以美好很适合王源，也希望你在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当中都能更加美好。谢谢你，谢谢你王源，我们把王源送出这个直播间，让你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你非常辛苦。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圆圆的时候，还是很喜爱的小嗓子吗？谢谢，是的。谢谢大嫂，然后因为我们有这个机会来采访，然后也是感谢贝尔费师。对的，谢谢小袁，谢谢，我们一会儿见，拜拜。精彩的表演，谢谢，真的很棒。哇，近距离的看，感觉更加身临其境。今天我们的演出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。大家收工了，辛苦了，收工，感谢大家收工。